红色可以说是新手白的首选，渐变就更加好看了。今天艾米带给大家一个人见人爱的款式，先准备好要使用的工具吧。先用海绵块蘸取雷尼原创彩绘胶的红色，从甲面前缘开始拍打上色，注意颜色要由深到浅的变化哦。照灯，继续用海绵块取胶拍打上色，加深颜色的饱和度。亲们可以用没有着色的海绵块拍打颜色边缘处，让渐变有更自然的效果哦。照灯，再用雷尼原创的红色闪片胶为甲面上色。照灯，刷上胶护胶。照灯，再刷上封层。照灯，用小笔蘸取白色彩绘胶，在红色图案上拉出五片水滴形花瓣，形成五瓣花。照灯，最后整甲刷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了。渐变和手绘五瓣花是新手必练的技法，一个款式学会两种，喜欢的话快快跟艾米学起来吧，商品链接在最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